螺吃起来，指甲盖揭开啊，牙签这样插进去，慢慢的旋转一圈啊。啊，再看看这个海螺的黄啊，不是它的奥利给，非常好吃啊。海螺这个是它的苦胆，苦胆的话很苦啊，咱把它给掐掉。这个地方是它过滤脏东西的地方啊，滤芯器，这个也得去掉啊，特别脏。这个肝的话是它，肝吃多了会头晕啊，但这样掐个小孔，慢慢给它挤出来，剩下的都是可以吃的啊。尤其是它的螺头肉部分很 Q 弹啊，咱们家的麻辣海螺肉就是用这个海螺的螺头肉部分给大家做的啊。哎呦，